啊，我们中午哈，因为在用餐的地方耽误时间太多了哈，我们现在，这边就掉头就开始要往那个北浦老街走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后面。大埔水库的出水口哈，就在各位的现在的左手边那个尽头，有很多那个浮萍呐、啊，那个地方。那从那浮萍那边绕一圈，往左边里面有一条路进去，就可以到十二寮休闲农场。那个团那个如果小组哈、啊，一区一区的到那边可以做团康，还不错。Thank you.